咱这个河老真福气，啊，带这个这三万大众，哦，这三万大众是分布全台，同时哦，那个是大家面临基本的拢有，哦，所以因同时的三十来以内哦，办到到三十七年哦，你阵拢有基本的三万至少可以够，啊，到尾到尾是杨克强啊，都要欢迎。所以这个中间到三十七年内中间，啊，何老在搞分配，啊，王科茂去台中一下，啊，马祖良就去嘉义一下，啊，孙科阳就去台南一下。所以这三个中间吼，你怎会使讲对台湾呐，初期的开道贡献就是大，因为这个。这王德茂，我这个人讲，伊非常的放荡。那个王德罗，伊就是伊非常的干涉在内。哎，关于这个咯，哎，无一个讲来，咱来台南了，啊，全传递出去台南。哎，王德罗，哎，伊好像对荷兰个移民代表，啊，去香港去代表台湾，还有王德罗。啊，可惜这个啊，我到伊就跟。啊，这个王德茂，啊，伊原来台湾来讲，哇，四国岛，啊，伊去好过，啊，转去多一个华南人，就说丢伊，伊咪好变，啥都来。这丢这个意思，伊新加坡人，同时也伊就是，你知道吗？伊古时代啊，叫金军府啊。就针对部分去新加坡，啊，你要了解到伊家己头头到的境界，新加坡做几年，啊，做了礼拜，哦，一阵三十万年，就等于了，啊，现在等于去华南，啊，这个环境哦，咱安怎样，啊，所介绍来，所做一条，这细条的这大的这洪水桥。啊，五水桥这大个中型车都甲着个桥过来，啊，当然，最可贵文明一代就是这个开始会起，哦，所以个这个我感觉对台湾哦贡献真大。啊，个我话我呾真切，啊，呾真切，啊，三十八个时间，我说伊台湾个有机会叫西。爱管一百个，就是王德茂。啊，这王德茂是咱河老的后人，直接的后人。啊，为了这个代志吼，这个出口发生是民国三十八年，九月十五，迄阵我到王德茂两个年代中自由，伫一间迄个缝衣机。老家缝衣机，那大太太回来，老丁舍不得。啊，我底下已经办到底下啊，办一张。哎，搞一张关系，好早的，就搞一张沙发去。啊，晚上去了，困也困了。哎，那这里浴室这里什么，弄榻榻米。啊，有迄个乌丝的，你大概知影？我吼，讲乌丝啦，我会使藏鞋，会使藏鞋。啊，伊内底个挂挂，我真多时候我都会困去啦。啊，挂了四点半，啊，在无满在第三。啊，我九月十五出国三，啊，咱河南九月十五。